我们介绍的 persistent structure， 我相信你肯定会印象深刻，因为它的技巧太高明了。当然，高明的东西也会显得更加的复杂，某种意义上讲也未必实用。实际上情况也是如此。我们不禁要问这么一个问题：有没有更简单的办法？有没有更方便的、简明的实现？同样能够在刚才所说的那一系列最优的指标下来完成 point location 这个问题呢？在这个问题的发展历史上，克尔帕特里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，因为他提出的一个专门的一个几何结构就可以做到这样。我们将会看到，克尔帕特里克所提出的这样的一个几何结构是一个分层次的结构，它从上到下，由粗到精，描述了我们所要做点定位的那个原始的 subdivision。实际上的查找过程也是如此，每次都是从顶上出发，然后基于一个相对粗糙一点的模型，先做一步定位，将搜索的范围锁定到一个相对小的范围，然后呢？再进一步的进到下一个层次，再做一次搜索，又往深入的方向再前进一步，将查找的范围再次的收缩到更小的一个范围，如此不断的下行下行，直到最终达到最精细的那个 subdivision， 从而给出正确的答案。所以这样的一个过程，整个从方法论的角度讲，我们也可以概括为叫做由粗到细。不断的依然是简而致之。